现在是9点钟，宝贝在喝奶的时间。今天我们要跟依依庆祝生日哦 ，OK， 要跟依依讲 Happy Birthday， 依依。谁要换线？谁要换衣服线？你吗？是你吗？还是你呀、啊？你要换衣服线？依依要换衣服线。Okay, your turn, Jensen. Yay, 现在我们在吃 snacks time. It's our brunch. It's our brunch. 啊，好不好吃？Alison 很喜欢吃 banana pancake， 刚那口没有吃到哈 ，sorry。好吃吗，杰森？两个点小，他们两个已经睡着了。现在 baby Alison 醒来了，姐姐醒来了，弟弟还在睡觉。嗯，姐姐醒来了，她自己在那边玩。嗯，妈妈，你要什么？你要什么？还是看镜头？你有没有 camera shy？ 有一个那个看镜头。姐姐上来，二姐，二姐，我的二姐是打扮打扮到，打扮到不会下来了，打扮到不会下来。二姐下来，二姐下来。Baby， 你这个什么 hairstyle 来的？Happy birthday! Happy birthday to you! Happy birthday to you! Happy birthday to Missy! Happy birthday to you! 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喜悦。来 ，Jason，Jason， 来 ，Jason。谢谢。Happy birthday。Jason， 这是你的 birthday present from all of us。我们送的，所以你可以开来看。不过你这个要 crop。你礼物有我的都要 crop。跟你讲什么？你要开礼物？有没有像 bag 上面有一层？礼物的表情啊。哈哈哈！来，现在换，然后再去拍再拍一张照片。母鸡的睡衣，这是我要的，谢谢。母鸡买的、啊，嗯，母鸡。看他们怎样睡觉。你说拍我？我拍他们睡觉。